国际服工作了。游戏魔方带你轻松畅玩，一键下游戏，账号注册，自带加速器，支持撸啊撸全球服完美汉化，聊天翻译一键符文，功能全免费，含服永久账号9元起。百度搜索游戏魔方即可下载。Q 他一下，谁亏了？好像你更亏吧，老弟，是不是你更亏？印度的小飞饼，疼不疼？我到6级，你是不是死了？老弟，有一说一。我送你回家吧，见你这么想回家，老爷就送你回家。谢谢老板的300块钱。看到没有，到6级之后我就是他的爸爸，对吧？6级之前你会发现我很猥琐，他也杀不掉我，他很气，他一直想杀我，但是你也杀不掉我，但是我到6级我可以杀掉你，这一来一回就很狠了。等一下被动，慢慢来，我又不亏啥，他是游走英雄，我是对线的英雄，对吧？我是不亏的。泰坦来了，泰坦，干什么呢小老弟，还叫反线闪现翻墙，你摔死了吧，叫你这么高难度的动作少做一点，对吧？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呢？印度飞饼溜了，回家一下，继续推，只需要推兵线。挂虎绵掌接铁栏，接啥去？你妈了个巴子的！你这个人就来了还不是不来呢？真的害人害己。没闪现了，闪现有了他死了。这下路比鬼都喜欢搞事情，这下路。坚持一下，坚持就是胜利，坚持就是胜利。这个刀锋就像个魔教非主流，这个人一套又一套，就像老母猪戴胸罩。拍地板还行，拿了个头赚了，杀人戒友走。很可惜，小心小心，我先把眼排了，搞不搞印度飞饼？跑，哪里跑，妖怪！别急别，印度飞饼耶，我的 fuck you， 印度飞饼拍地板，别急 A 我很弱 A， 然后呢印度飞饼，然后呢拍地板 A， 别急点蓝推力棒，别急往后拉，印度飞饼交闪，你要奶妈，你要不给我打，我给你头给你打了，漂亮，究极小钻，瞬间90%杀人数，回家一下。这波血量其实有点想摊兵了，这一波队友在打架支援一下，别急别怕，我们队友很弱，漂亮，别急，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，印度飞饼溜了，溜溜球，怎么了？你能杀掉我不成？推推棒，印度飞饼，这个上路好像很肥的样子，我出错了，兄弟们，我上路来错了呀，这个上路好像是个混子，跑不掉了呀，这把再来上路我是狗，这个上路不能来啊，这上路，嗯，支援一下，现在就搞支援了，现在咱们就是支援队友，也是支援自己。翻墙，当然这个炼金现在也开始游走了，我们稍微注意一点。来了老弟，想跑是吧？给我逮到了还想跑，碰到了，怎么说？先把这塔推了，来一波塔团，
拍地板减空速点蓝 A 接扛再 A， 你看你看这个刀锋多难受，你出黑切还想秒人，你是癞蛤蟆跳悬崖想当蝙蝠侠，你是出肉就该有个出肉的样子，就打消耗就行了，秒人不存在的。我现在一个大好像秒不了人，干他不？谁给你的勇气在这边补刀的？拍地板呢？拍呀！印度飞顶了，加速跑溜了，再见来不及握手。能打他不？能杀就赚了。再 A 漂亮，再 A， 小心毒啊！哎呦，小心他的屁呀、啊！你是蜘蛛最炼金，简直就是想屁吃你的。小心刀锋来了，刀锋没有大的。我也许杀不掉他，但是我可以恶心他，这一点很关键。Q 他一下，加速 ，A 点蓝 ，A 创。老妈把刀拿来，我手不想要了，我这手不要了，这个手。他没大的，他打团打不了，伤害贼鸡巴低，哎，这个输出吐了。下一件买个什么装备才能制裁他呢？买个大帽子应该可以，来个大帽。三、二、一，你往哪跑呢？你这个大肥猪，还想跑？回家一下，走。这个就是给我攒杀人数的呀，兄弟，你站着不动干什么呢？勾引我呀？是不是想勾引我？溜了，还来呀？今时不同往日喽，老弟。印度飞，跑了，不跑能行吗？不跑，一个大撞着你，人仰马翻 ，A 一下，漂亮。往哪跑呢？啊，还想跑？爆头鼠窜你是？嗯，好吃。Eat good. Eat delicious. D-E-L-R-C-R-O-U-S. Eat delicious. 好吃。你说好吃，我不能说好吃吗？我也说好吃。回家。来来来。看一下女警在哪里，找谁给你勇气往我脸上走的，我打爆你的膝盖，化虎绵掌 A 印度飞饼夹匕首一开 A 化虎绵掌点燃 A， 别着急走位一下，肉的一匹很好，我很肉，印度飞饼化虎绵掌 A 夹匕首一开再夹，别急推推棒，印度飞饼看到没有，我就出个不假鞋就已经很肉了，来大龙拿一条，需要一口极限狂奶，溜了，刀锋又来，印度飞饼，拍地板化虎绵掌，还想翻墙呢？这么高难度的动作少做一点，还想翻？所以说以后你们看到有人选刀锋的朋友呢，玩个十多人克克的克哦，不能，我不能教你们，我这一教你，我就是我自己就玩刀锋的呀。好像把自己的打法暴露给你们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撞谁谁怀孕，撞这个刀锋吧，让他怀孕，溜了，十三级翻墙，他来了，你往哪翻呢？ 你往厕所翻呢？你把你撞进粪坑还想翻呢？这个人我看到翻墙的就来气，嗯，现在就盯着你杀，现在就给你借借网瘾，推卸，嗯，走，谁来谁死，我能杀他不？这个人有点调皮，哎，哎，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这大窗穿不过去吗？我靠，这也行。
八秒钟大招，七秒大招 CD， 五秒，三秒，两秒，一秒。交给队友，好，奶他一口。我们至少能保证两个 C 是输出不了的，好吗？这是我们可以保证的，他们绝对输出不了。嗨，嗨，亏了。啊，推，投降，这就投降了。你不是好吃吗？来吃一下。跟个鬼一样还好吃，这个人还行还行还行。你们是最棒的。